市议员参选人李彦秀熟门熟路引导蒋万安，传出原本蒋万安属意他出任竞选总部总干事，却被婉拒。一开始我们都很希望纳入各方支持的力量，与其很快速急就章的找人进来团队，更重要的是找什么人进团队。据了解，三月十日李彦秀尚未宣布参选市议员，蒋万安就邀他担任竞选总部的总干事，但李彦秀决定回国参选议员后，忧心兼顾会有杂音，因而没有进入蒋团队。三心二意向来都不是李彦秀向来会做的事情，答应又反悔这件事情从来就不是我的风格。最后拍板的竞选总干事林益华还是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抢先曝光，团队布局缓慢，蒋万安被贴上躺平族标签，还要面对党中央扯后腿，让在大安文山区议员初选中落败的反同婚大将曾宪莹报准参选。蒋万安曾因为挺同婚，在2020年被曾宪莹做文章打入不推荐立委名单，现在因为蓝营立委赖世葆力挺，国民党破格让曾宪莹参选，说是为了教会选票，但国民党上届在这区提名八席上七席，现在加上败部复活的曾宪莹就有九个人。如果制度可以不说话算话，那党主席立下军令状说地方大选要赢，到时候如果没有赢，会不会又翻桌子不认账？本来也就会对一些议题有不同的看法，大家彼此交换意见。那现在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，就是面对年底的选战。正规出现的小鸡不开心，网友也讥讽蓝营在大安文山哪有这么多票？现在是回力镖打到自己，质疑曾宪莹是来把蒋万安拉下来的吗？蒋万安对于这件事情又没有去做处理，所以对于很多人会说，那你到底领导力在哪里？眼看绿营陈时中团队已经到位，各自开始战斗，营造团结气氛，蒋万安却得先面对党内给的各种挑战。三立新闻李正道、郑海中。